你干嘛？我还能干嘛？做我该做的事呗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现在还不可以。别偷吃，等苏姐姐来了再吃。飞云已经去喊了，怎么这么半天了还不回来？我都饿坏了。少爷，苏姐姐刚从练武场回来，她说不舒服就不过来吃饭了。我去叫她。小苏。哎，马上。你怎么不去吃饭啊？我不饿。我去哪儿啊？你放开！你这，哎，躺下！你干嘛？我还能干嘛？做我该做的事呗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现在还不可以。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哎，你别动，躺下，别动。其实我自己可以。你要是不主动告诉我，我就用我的方法了。他们这是在干嘛呢？能干嘛呀？苏姐不仅要被罚点，还要拼命练习拳脚，准备晋升考试。嗨，就这事儿，我来教苏兄武功，保证他战无不胜。来，还我。谢北明，你怎么还叫苏姐姐苏兄啊？早习惯了，还是苏兄顺口。By worth, I desire your worst, so you can just hide while I work. I'm tired.